好，我今日推荐一间 Sleep Spa 泰式设计嘅风格，价钱合理同埋亲民，技师都好有经验嘅。佢就喺呢个江下站嘅 A 出口，彩田路嘅彩虹大厦九楼九 D 室。咁当日我哋拍摄咧，就同征求咗嗰个老板娘嘅同意。咁佢又話全力配合我，咁所以我就拍咗呢條片俾大家。咁當日咧，其實我去到咧，都有好多香港人喺度嘅。咁啲人香港人都話特別都好舒服，咁同個老闆娘都好熟悉。咁如果大家去諗住去呢間Sleep Spa 按摩咧，咁可以上去大眾點評買一啲。團購啊，咁佢有好多嘅選擇俾大家。咁最平大概係200蚊左右啦。咁記住喺大眾點評買啲團購啦。咁呢個就係嗰個價錢牌啦。咁由呢個羅湖去江下鎮咧，只係需要13分鐘嘅啫。咁啊票價咧就係單程係3蚊，如果我用呢個深圳通咧2.8，學生就過半啦。單程是3蚊，長者就免費嘅。咁我哋喺呢個江下站嘅 A 出口轉左手邊，大腳行40米度，你就會見到呢個彩虹大廈。咁我哋搭 lift 上9樓九 D 室。咁上到呢個九 D 室之後咧。去到呢個入口咧，其實覺得已經係好呢個泰式 feel 噶啦，咁裝修得好靚嘅。咁我唔阻大家啦，咁大家慢慢欣賞我用 AI 製作嘅音樂俾大家啦。沙灘上的細沙，海風輕輕嘆息。雨滴落在手心，像记忆般散去。海浪拍打礁石，天灰灰的皱皱，湿透了的发丝，让我心情迷茫。下雨的时光，静静的倾听。雨声中找到安静，海边的梦境。回忆里的微笑，看见你的模样，走在无尽沙滩，泪水划过脸上。雨停。
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